Hello， 腾讯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宇。今天的整体造型呢，其实穿搭的是 Belly 的2023春夏系列，然后上面搭配的是丹宁的衬衫，下面搭配了一个亚纹皮裤，然后选择了一个非常酷的短靴，因为这一套整体的灵感是有个性又不那么张扬的一个穿搭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很重要，然后也是很有意义的一天，我会选择比较时髦有个性的穿搭来纪念这个日子。 Belly 的国贸精品店的开幕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和 Belly 来说都是有一个很初次的相遇吧，因为这是我和 Belly 第一次合作嘛。当然很期待他们全新的店面的装修和我没有见到过的新品。那我有听说有全新的520系列，有 T 恤啊，包包啊，我特别喜欢有一个帆布的包包，我觉得看上它第一眼我就想带着它去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优雅奢华复古。它其实是一个亚纹的花纹，会在一个很硬质的外壳底下隐藏着这种暗潮涌动的魅力所在。我觉得它的这个大小也非常的方便，就你可以放很多自己的日常的所需品进去。520想到的场景一定是 Belly 的精品店，对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 Belly 的一些很好看的520专属的单品。我会想到甜蜜这个词，因为520其实就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心目当中自己喜欢的那个人，和他一起去奔赴一场美妙的爱情。那选择太多了其实，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 Belly 的520系列的帆布包，它有很多的大小不同的 size， 就是可以任你选择。像我今天在来北京的这个机场上，其实就拿了一个牛仔色的帆布包嘛，我觉得特别的好看，然后又实用。